海怡补血小学第十八届毕业典礼现在正式开始。现在请各位起立，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今日的主礼嘉宾进场。请各位就座。
请各位肃立，奏国歌。请各位就座。欢迎各位嘉宾家长出席海怡宝血小学第十八届毕业典礼。咦，晴晴啊，那个人咁熟口面嘅？佩瑶姐姐，佢咪就系马浩欣师姐咯。师姐，你唔系毕咗业好耐啦咩？点解你会喺度嘅 ？Hello Oscar， 好耐冇见咯。今日系咁多位师弟师妹嘅毕业典礼大日子，我当然要翻嚟恭喜佢哋噶啦，恭喜恭喜！你真系有心啊！虽然毕咗业咁耐，咁我喺呢度都始终生活过六年，咁得闲翻下嚟呢个大家庭，揾下啲老师倾偈，去下以前嘅课室，翻到嚟真系好开心噶。我第日都要好似师姐咁，毕咗业都翻嚟同老师一齐玩。好啊，见你咁有心咁就好啦。咁海宝呢个大家庭先可以薪火相传噶嘛。好啦，我都系落翻台欣赏呢个毕业典礼啦，迟啲再倾啦，拜拜。呢个情况完全同我哋今次毕业典礼嘅主题好切合啊！你知唔知今年毕业礼嘅主题系咩啊？我记得噶，我记得嘅系吉野家啊，唔系。系鱼米家，唉，你净系识得食。今年毕业典礼嘅主题系爱回家。系，因为海宝系我哋嘅大家庭啊嘛。我哋好荣幸邀请到香港教育大学数学与资讯科技学系教授及教学科技中心总监江少祥教授担任主礼嘉宾，多谢江教授喺百忙之中都拨冗出席今日嘅典礼。唔单止江教授，今日仲有好多位家长、老师同同学。为咗祝贺各位学兄学姐经过六年嘅学习生活顺利毕业，都抽空出席咗今日嘅毕业典礼。你睇我哋呢个海宝大家庭真系好团结、好温暖啊！所以我哋真系好幸福啊！有咁多人关心我哋，为我哋嘅学习同成长共同努力。你哋系咪讲漏咗一个人呢？吓，江教授、校董黄修女、刘修女，各位家长、王校长、老师同同学咯，仲有边位啊 ？Oscar， 你唔好挂住卖关子啦。
你哋望下，系仲有我哋好尊敬嘅校监欧尔文修女。现在请大家以热烈嘅掌声，又请海怡宝血小学校监欧尔文修女上台为我哋致欢迎词。有请欧修女。尊敬的江少祥教授，各位嘉宾，各位校董，各位家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欢迎大家莅临补血小学海怡补血小学第十八届的毕业典礼。本人很代表全校的原生，特别感谢主礼嘉宾江少祥教授为毕业同学受贫和训勉，令本届的毕业礼是声色不少。同时我都要欢迎和多谢我们的校董黄美美修女、刘燕堂修女、彭慧欣女士、朱敏华先生、家长教师会主席李嘉慧女士、校友会执委江海怡女士，为我们的毕业同学颁发各种的奖项。而今日的主礼嘉宾江少祥教授，是现任香港教育大学数学与资讯科技学系教授以及教学科技中心的总监，获香港城市大学电脑科学系颁授哲学博士学位。江教授是致力于推动数码和创新科技教育工作，歷年發表了超過了150篇的學術論文，範圍涵蓋數碼教室教學法、資訊科技教育政策、教師發展、數學教育、資訊素養教育以及運算思維教育。江教授曾經出任亞太區電腦教育應用學會主席、世界教育研究学会 WURA 属下的国际 研究网络 IRN 于数码教室学习的教学设计理论与实践的召集人。他亦都是国际学术期刊 RPTEL 以及 JCE 的主编，亦都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优质教育基金的评审以及监察专责委员会的委员，很多很多的公职和负责的工作。而江教授是具有发展科创的前瞻性的视野，他说用程式语言去编程是未来的一种表达沟通的学习活动，认为学生是要认识程式语言，因为可以透过学习编程和他的思维方式，可以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以及工作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2017年香港赛马会慈善基金拨款了2亿去推广赛马会运算思维教育，即是 Cool Think at JC 的计划，由香港教育大学和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合作开发的一个教学课程，而香港城市大学是推动这个编程的家长教育，三校是携手合作为编程教育努力，而江教授正是这个计划的重要统筹人。而本年去年呢，本系都是成功地申请了成为全港32间先导学校之一，有幸参与这个计划，在本年度的高小年级呢，是落实地推行编程教育的课程以及相关的教师培训。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见到老师的专业是迅速地成长，学生能够学会了以编程去进行不同的活动和创作。新学年本校会将建设一个
创客室，定名为知创空间 InnoSpace。呢一连串嘅改动系将会为本校嘅 STEM 教育带嚟进一步嘅发展。江教授，今日你喺百忙之中抽空莅临去主为我哋主礼，为毕业同学授评同埋训勉，你嘅金石良言一定系带俾我哋嘅新嘅启发，让毕业同学铭记于心。江教授，我哋多谢你。在这里我要多谢和欢迎在座每一位嘉宾出席我们的毕业典礼，正好表示你对我们的支持和关爱，更鼓励我们要不断地去实现保血会的办学精神，将基督的仁爱牺牲具体地实现在我们的教育工作之中。盼望你们继续支持海怡保血小学的发展，鼓励我们不断地为教育而努力。我都特别欢迎和感谢今日毕业同学的家长，多谢你们多年来对学校的信任和支持，将你的子女交托给我们管教，在各项的活动之中和学校紧密地合作，甚至做家长义工，共同去分享家校合作的成果。今日你们的子女毕业了，他们要升上中学了，相信在他们完成了这个小学的学习阶段，你们都会感到欣慰。从现在开始，他们就会成为我们海怡保血小学的校友，我们都欢迎各位家长继续和我们保持联系。而各位老师，多谢大家对我们教育使命的承担，认同我们海怡保血小学是以服务显爱心、学教启潜能的这个教育理念，共同携手去推进这个全人教育，开拓我们学生的学习领域，启发他们的创意思维。海怡保血小学的教师团队为莘莘学子提供了优质的全人教育，服务社群，见证基督的福音的喜乐，培养我们适应21世纪的精英。我们会加强合作，自我增值，追求卓越，为海怡保血小学再创佳绩。最后亦都是最重要的，是要恭贺今日毕业的同学，恭喜你们毕业了，你们已经完成了小学的学习阶段，在海怡保血小学度过了一个开心快乐的童年。今日简单而隆重的毕业典礼，为你们的童年留下美好的回忆。九月你们就要进入中学的学习生活，我盼望你们时时记住校长和老师对你们的期望，主动学习，灵活应变，乐观处事，努力去实践我们志义勇节的校训，秉承学校的优良传统，铭记发扬母校以你为荣，你以母校为荣的海保人精神，时刻去信靠上主。本年度的毕业主题爱回家，我期盼各位同学在毕业之后都爱回家，同我们一起去分享你的生活点滴。稍后本校将会有首届的校友会校董的选举，是校友可以回归母校的一个契机，正正是爱回家的见证。因为你们仍然是我们海保大家庭的一份子，这个不单只是回家，而是爱的团聚。各位毕业同学，请你们记得怀爱回家，回家有爱。在这里我亦都要多谢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各位负责的老师、职工和各位表演的同学。最后再次欢迎大家的莅临，再祝愿各位毕业同学前程锦绣，在座各位身心康泰，天主保佑。
谢校监欧室女，请欧室女到台下就座。晴晴啊，我今年嘅重评成绩好好啊，细细声讲俾你听啦，我每科都有85分以上啊，爸爸妈咪成日同我一起温习，又煲啲靓汤我饮，佢爹哋仲专登去加料添啊。志康哥哥你就好啦，我成绩就比我预期差啦。唔使担心，仲有我哋呢班同学支持你啊嘛。我知啊，老师都好好，惊我唔开心，所以都同我讲咗好多勉励嘅说话，叫我唔好灰心，继续努力添。所以话办法总比困难多，喺海宝大家庭，我哋都会互相支持，一齐努力。所以我都好多谢爸爸妈妈、老师同同学一直以嚟嘅鼓励，我先可以度过每一个难关。我相信各位六年级的同学一定会有更多更深刻的体会。其实我认为六年的学习生活可以顺利完成，除了爸爸妈妈老师和同学之外，天父每一日都会指引和保佑我们，有时也会给一些小挑战我们，磨练我们的斗志。是的，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感谢天父，向天父祈祷，祈求上主赐给我们今届毕业的学兄学姐有更大的信心面对将来各项的挑战。现在请各位静一静，收敛心神，就让我们一起诚心向天父祈祷。在过去的六年，毕业同学在母校的怀抱里面一起度过了充满回忆、充满欢笑和快乐的日子。同学们在师长的悉心照顾下努力学习、健康成长，并藉着领受天父的慈爱和恩典，学习在生活里面实践爱德、关爱别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起立祈祷。求天父在往后的日子里面继续光照、祝福我们的学校和毕业的同学。神奥，你的工作千奇万妙，我的生命你全知晓。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成为可以宝月小学大家庭的一份子，我们都是你爱的奇妙创造，在母校接受了多年的教育，一方面学习课本的知识，另一方面透过各种校内校外的学习活动，丰富经验，拓阔视野，让德、智、体、群、美、灵六欲得以均衡发展，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天父，我们以我们的学校为荣，求你激励我们，发扬我校校训智、义、勇、节的精神，
勤奋学习，品德日趋完善，好让母校亦以我哋为荣。为此，我哋同声祈祷，求主抚慰我们。我父受光荣，藉在于你们多结果实。天父，感谢你赐给我哋无微不至、悉心照顾我哋嘅父母，令我哋喺父母嘅爱里面茁壮成长。求你祝福我哋嘅家庭，降福我哋嘅父母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求你教导我哋热爱家庭，一生孝爱父母长辈，善尽责任，积极向上，以为父母嘅辛劳。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抚慰我们。爱是含忍的，爱是慈祥的，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天父，毕业礼让我哋深深体会到多年来老师教导学生嘅成果，感谢老师们热诚耐心咁教导我哋。毕业同学深信佢哋嘅努力和成就将会俾老师带来极大嘅喜悦。天父，求你祝福我哋嘅老师，赐佢哋智慧、健康、喜乐与平安。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抚慰我们。所以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天父，应届毕业的同学就快要离开母校，求你祝福我们。毕业是一个阶段的完成，亦都是另外一个成长历程的开始。求你让毕业的同学做好准备，迎接新的学习和挑战。求你使我们在未来的岁月里面，不但增进知识，发挥潜能，更能继续认识真理，身心力行，敬主爱人。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抚慰我们。请各位就座。祝愿各位学兄学姐时常信靠上主，不断勤学修德，活出丰盛美满嘅人生。喂，你仲食啊？咁支百里蕉真系好好食啊嘛！我都未见过你嘅嘴系停嘅。正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不嬲都好重视饮食，呢、这个传统已经承传咗好耐。你睇下我已经将民以食为天呢句说话发挥得淋漓尽致，仲变成咗我嘅座右铭添啊！
我会坚守呢个信念，直到永远。哎呀，离开成全，你知唔知每一个国家家庭都有佢哋自己嘅传统，一代一代咁成全落去。系咩？系啊，喺海堡大家庭，我哋都有一样嘢系一代传一代噶。你知唔知系乜嘢啊？讲到心火相传，就不得不提我哋毕业典礼当中嘅传灯礼。我哋嘅学兄学姐会将四盏代表真理之光嘅灯传俾五年级嘅学弟学妹，期望佢哋能够成全和发扬志义勇节嘅精神。哦，哎呀，我唔同你讲咁多啦，我要细心欣赏传灯礼啦。喂，等埋我啊！唉，当毕业嘅歌声响起时，正是大家互相道别的时候了。我们终于要离开生活了六年的母校，离开我们的第二个家。过去六年，我们每日都带着欢笑回到这个大家庭。老师就是我们在这个大家庭的父母，他们不只教导我们知识，还教导我们做人处世的道理，让我们走向正确的成长之路。我们不舍得这个大家庭的兄弟姊妹，由读小一的时候大家彼此不相识，现在变成相知相识的好同学。我们曾经一起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一起学习，一起玩耍。在学习的经历中，我们互相扶持，在遇到困难时，我们彼此互相打气。离别在即，我们都不舍得这六年来的生活点滴，无论是甜的、苦的，因为它即将成为我们人生中刻骨铭心的回忆。今日我哋要毕业啦，大家即将各奔前程，踏上一段新嘅旅程，展开一页新嘅人生。喺我哋即将展翅高飞嘅呢一刻，我哋衷心感激有教无类嘅老师，多谢你哋悉心嘅教导。感激亲爱的爸爸妈妈，多谢你们对我们的养育之恩，多谢你们给我们无条件的爱，感激共同进退的同学，多谢大家六年来的互助互爱，互相包容。在此，我们向各位师长承诺，我们一定会牢记校训。智慧，我哋要学习用智慧判辨善恶，走向正确嘅人生道路。义仁义，我哋要善尽本分，全心奉行上主诫命嘅心。勇气，我哋要喺遇到挑战嘅时候无所畏惧，努力不懈。凭住勇气奋战到底。节制，我哋做事唔好过度，要懂得自我节制，做一个忠于自己良心同埋有社会责任嘅人。各位学弟学妹，今后你哋喺母校要继续努力，坚守校训，跟随我哋一样。做到学校以我为荣，我以学校为荣。愿海儿补血，薪火相传，永不熄灭。学兄学子，今日我哋好高兴能够见证你哋毕业嘅重要时刻，恭喜你哋毕业啦！你哋即将离开我哋呢个大家庭，踏上人生嘅新旅程。我哋向各位学兄学子承诺，我哋会努力学习，听从师长嘅教导，做个出色嘅海儿补血小学学生，
以发扬学校志、义、勇、节嘅精神。在此，我谨代表全体留校嘅同学，祝各位学兄学子行程万里。同学，我哋一定会将各位学兄学姐嘅教诲记喺心入面噶。冇错啊，我最记得系一年班嘅时候，有好多学兄学姐会教我写日志，同我做好朋友。希望你哋记得翻嚟探我哋啊！月月，你又唔使唔开心。我相信大家喺海报呢个大家庭有咁多宝贵嘅回忆，佢哋一定会翻嚟呢个屋企噶。唔知今年又有啲咩嘢事成为我们的集体回忆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已经将本学年最精华的片段剪辑，等我们一次过重温今年精彩的校园生活和各位的成就啦。去片海怡宝月小学2017-2018年度校务报告。我们的关注事项，在2017-2018年度，学校以优化课堂教学、促进自主学习和培养正向价值观，以海保人为己任为发展重点，透过各个学科、分库和活动多方面的配合，以加强学生的学习效能。我们的教师专业发展，为配合本年度关注事项和重点发展，本学年安排了多次教师专业发展活动。本校参与了香港中文大学优质学校改进计划，优化教师的评估素养，而中文大学专业团队举办了多场全体和中英数常分科的工作坊，提升教师团队对以化评为教及化评为学的意识。此外，本校亦邀请了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学系正向教育研究室的郭先生，在3月14日为教师分享正向价值概念，让教师更有效培养学生成为积极的海保人。为促进本校 STEM 发展，在2017年12月20日举行姊妹学校交流活动，全体教师前往深圳平安里学校进行有关 STEM 教育交流活动。交流期间，老师分组参与各项科普实验，又参观了动漫基地，了解国内的科技发展。同时在2018年3月16日举行了 3D printing 工作坊，等老师对 3D 打印技术有进一步的认识。2018年2月28日的教师兴趣班，邀得香港地壶球协会会长李石庄先生和资深教练杜孝为全体老师举行地壶球体验活动，等老师认识这项本土运动和培养团队精神。本校全体教师亦于3月28日参加办学团体保血女修会举办由叶祖贤校长主讲的讲座，主题为制作令学生难以忘怀的课堂。我们的合作伙伴，本校家长教师会为了解家长的需要，提供不少的活动，有环保校服义卖、亲子旅行、亲子兴趣班、家长义工聚会，亦都安排了家长讲座，以亲子沟通为题。而本校的家长亦积极参与学校活动，好似运动会、嘉年华会、全方位日、STEM Day 等等。同时，本年度亦都一如以往开放课堂俾家长观课，而家长亦都表示好欣赏。本校校友会致力为凝聚校友力量，协助母校发展，并促进校友同学校间嘅联系同合作。本年度为校友提供唔同嘅活动，好似中秋团圆夜等等。我们的学与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本学年学校以促进自主学习为其中一个关注事项，我们积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校课程组和各学科为学生创造自主学习的机会，教授学生自主学习的策略。电子学习方面，本校的资讯科技教学发展已有多年的经验。本学年除了在课程中加入学习活动，部分学科亦都同出版社合作设计合适的应用程式，老师亦都撰写相关教案，在课堂里面亦都进行摄录，以促进教学交流。
为了更有效推动自主学习，我们希望透过电子学习进行翻转教室的教学活动，透过 Google Classroom 的应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本学年在各学科进行了不同形式的 Google Classroom 的学习活动，让学生进行预习或者是延伸学习。在 STEM 教育方面，为了促进学生探究式学习，强化学习动机，并配合 STEM 教学，常识科在4月30日举办了 STEM Day， 等各级体验科学探究的乐趣，并懂得有创意地运用科技解决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从老师设定的主题开始，学生需要搜集资料，经历探究过程，修订和反思，最后的制成品以紧张刺激的比赛作结，引导学生由多方面体验探究的过程，认识何谓公平测试。在进行活动期间，师生反应正面，同学积极投入学习。此外，本校因成功申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赞助的运算思维教育计划重整电脑科课程，在小四至小六推行运算思维编码课程，以加强同学的逻辑运算思维和解难能力，并藉此增加他们对创新科技的兴趣和学习。在主题学习方面，本校的课程发展一向紧贴教育发展趋势，设计合适的课程，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成效。本学年为扩阔同学的视野，培养观察、联想、创造能力，提升他们对自己的认识和肯定。本校在2018年3月22至23日一连两日举行主题为奇妙的我全方位学习日，各学科和课展组紧扣主题为同学安排不同形式的学习经历，希望透过有关主题让学生了解自己以及与环境的关系，最重要是发挥自己所长，成为天赋的好儿女。在全方位日里面，我们有幸邀请到环保促进会圣伯多禄堂主任司铎陈德雄神父、求查基金的科学团队以及新晋无伴奏合唱组合的成员，分别为同学举行科学、宗教和音乐讲座。部分讲座我们开放给家长一起参观，同时更感谢家长义工的协助，令活动顺利开展，从中体现家校合作的精神。另类学习活动，本校对环保教育一向十分重视。本学年我们参加了马蹄蟹的野放计划，去年我们曾经在学校大堂设置一个马蹄蟹的小小孵化箱，等全校的老师都可以一同见证生命的诞生。30只马蹄蟹 BB 中有24只仍然存活，在今年的4月11日更加重回海堡的大家庭，等同学可以亲一次见证他们成长后的样子。我们的环保大使更加在5月带他们去元朗下白泥放生，虽然只是短短的数十日，对同学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经验，亦都体验了天主教教育的其中一个核心价值——生命。本学年学校的中文集众队中的15位成员在4月13日至14日前往深圳，和本校的姊妹学校平安里学校组队参加2018粤港姊妹学校经典美文诵读大赛，并获得3等奖。这一次比赛前的互相切磋学习和比赛期间的观摩，对本校老师同学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经验。在境外交流方面，本学年的境外学习配合教育局推行的缔结姊妹学校计划举行，本校的校长和4名老师带领32位同学在2016年12月18至20日和姊妹学校深圳市龙岗区平安里学校的34位师生一同前往姊妹学校深圳市龙岗区平安里学校参观。该校为深圳市重点小学之一，在发展创客教育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而且校内科普设施先进，本校同学与有校同学一起学习。此外，仲前往深圳市污水处理厂、少年宫和动漫基地参观，学习内容非常丰富。这次活动除了让学生扩阔视野之外，亦都提供学习待人接物的机会。在6月12至15日，本校4位老师带领34位学生前往日本冲绳进行为期4日的境外学习活动，以丰富学生的学习经历，扩阔视野和增广见闻。同学在行程里面除了参观著名景点之外，亦进行了多项 DIY 活动，
深入体验当地的独特文化。我们的校风与学生支援本年度的计划旨在培养学生正向价值观，以尊重及仁爱为核心，并鼓励学生以怀好心、说好话、做好事的态度去待人处事。学校为此安排了一连串的活动，例如在各学科加入相关主题的课程和活动，让我闪耀奖励计划、海报增值卡、你的红封包等等，又透过早会的导师分享，等学生在小故事、真人真事短片中培养尊重仁爱的品德修养。学校是一个群体，因此我们非常重视师生关系和彼此的沟通，透过班级经营的工作和学生订立班规，一人一职，拍摄全家福、级制秩序比赛、每月生日会、小一庆满月等等，藉以加强学生对学校、对班级的归属感。本学年的生日会，我们更加安排老师和学生以写制形式拍摄短片，给予生日同学最诚挚的祝福，好等大家感受到家人之间的彼此关爱。另一方面，我们期盼全校师生能够分享爱，爱分享，因此安排老师轮流录制影片，公开赞赏同学或者班别，对他们的好行为、好品德予以肯定，又鼓励师生填写海报增值卡，等师生之间互相欣赏和关爱。本学年推行大手握小手计划，老师由任教的学生之中挑选一个成为学生的同行者，老师会同他们共进午膳，分享生活日事，又或者交流学习心得，加强对彼此的认识。老师亦都会好关心学生的学习进程、情绪需要，给予支持和陪伴。为了让学生认识自己、欣赏自己、肯定自己，训辅组安排全校学生做一件让自己更美的事。我们鼓励学生在尊重、仁爱和学习态度三方面，从认识自己开始，检视自己的行为表现，最后制定目标，改善或提升自己。完成的可以在让我闪耀奖励计划里面予以嘉许。我们关心学生不同的学习需要，学习支援组安排相关的训练小组，好像小小语言治疗师、智叻小人类、跃动成长路等等，让他们掌握所需的技巧，有信心地面对自己不同的学习需要。同时训辅组亦都按各级的成长需要安排活动，好像小四义工训练课程，集中增强他们的精神健康，让他们发挥个人潜能，成为积极乐观的大使，并在义工服务里面实践出来。我们又为小六安排升中面试讲座、升中模拟面试和升中八达通小组，以增强他们的沟通技巧，并培养正向思维能力，让学生为升中作好准备。德工组亦善用课外活动时段安排不同的专题讲座，好似器官移植、尊重互联网上的知识产权、路在口边巡回话剧、平等世运会剧场等等，让学生透过与课堂不一样的形式去学习。学生全神贯注、投入欣赏，与讲者和演出者形成十分热烈的互动气氛。为了给予学生展现才华和提升自信的机会，活动组推行五间大放送，学生踊跃报名，反应之热烈往往超出预期。我们又安排学生担任活动司仪，等他们主持整个节目，带领同学融入演出。学生的表演亦都非常多元化，有魔术、舞蹈、乐器演奏、花式跳绳等等，每次精彩的演出都吸引老师和同学蜂拥而至，掌声、欢呼声响彻整个礼堂，热烈的程度媲美红馆的大型演出。天主的爱丰富了每个人的生命，我们期盼学生可以感受天主的爱，铭记天主的教训，在生活中实践爱，成为爱主、爱己、爱人的人。中培组透过课程、礼仪、宗教活动等学生认识天主教教育五项核心价值，协助他们建立正向的价值观和培养海宝人的素质。本校除了设有校牧进行牧民工作，又在校园张贴金句、圣相，提示学生福音处处，从生活中学习圣经的教导。我们采用全校参与模式，除了每日早祷、饭前和课后祈祷之外，更加安排全校师生参加开学弥撒和各项宗教礼仪。中培组每年为学生举办各项宗教活动，例如和华富村宝血小学合作圣善之光活动，主题为天主的 Superhero，
今次活动透过祈祷、游戏、Action Song、影片欣赏和分享，等同学明白天主赐予我们不同的才能，我们应该好好装备自己，和天主合作，继续祂的创世工程。在四旬期，我们又结合不同的科组，例如圣经科、音乐科、德工组，为学生安排一系列有明确主题的学习活动。本学年我们更加与俏主持言，力行仁爱为主题，透过组会宣传、祈祷和不同的活动，例如常凭包包餐、赤脚跑等，等同学可以学习以基督耶稣为榜样，体验弱小者的不幸，并向他们施予仁爱。我们的学生表现，本校除了在不同的学科为学生提供课堂以外的学习，更透过课后和课余的时间为学生举办和提供不同类别的活动和比赛，学生可借此扩阔视野，丰富学习经历。经过老师和导师悉心的培训，本年度学生在校外比赛的整体成绩表现优异。在学术方面，有七位学生分别在第69届校际朗诵节英文和中文个人读诵里面取得冠亚和季军，84位学生取得个人优良，7位学生取得良好奖，普通话集中取得小组亚军，15位小四普通话组的同学与内地姊妹同学组成一队，参加由深圳教育局举办的2018年粤港澳姊妹学校中华经典美文诵读比赛，获得3等奖。在数学方面，获得亚洲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公开赛决赛银奖一名、铜奖两名、优异奖一名，全港之优数学秋季奖铜奖一名、优异奖一名。2017小学数学奥林匹克邀请赛团体总亚军一个，季军一名，金奖两名，银奖六名，铜奖八名。在创科活动上，获得香港工程挑战奖的评审推荐大奖一个。此外，本校更有一名学生当选第9届香港小特首。学生除了在学术表现出色外，在试音体艺亦都获奖无数，既有南区堆沙大赛2017冠军、亚军、季军、殿军各一组，第4届全港小学校际绘画比赛优异奖一名，蓝天绿地在香港学界设计比赛系列2017花鸟虫鱼小伙伴设计比赛全港亚军一名，绿色之心传承至大今全港小学生环保填色创作比赛高小组季军一名，缤纷20载庆回归嘉年华暨填色创作比赛亚军一名，优异奖两名。第7届我的香港梦儿童音乐节2017高小小组合唱组冠军一组，优异奖一组。第21届南区少年儿童歌唱大赛小学合唱组冠军一组，全港小学学界品势挑战赛冠军一名，殿军两名，港岛西区小学校际田径比赛冠军一名，亚军两名，季军一名，殿军三名，南区分龄田径比赛2017冠军一名，亚军一名，季军10名。以上的成绩是老师和学生共同努力的成果，期盼我们的学生继续坚守我以学校为荣、学校以我为荣的精神。头先真系令我回想起好多今年嘅开心回忆啊！冇错啊，呢啲开心嘅回忆一定会成为各位学兴学者嘅其中一份毕业礼物。当下次你哋翻嚟嘅时候，就可以同我哋一齐重温喺呢个海宝大家庭嘅每一分每一秒啦！我记得自己初初嚟到海宝大家庭嘅时候，嗰阵都好紧张，因为学校唔同咗，老师唔同咗，同学都唔同咗。我也是，不过学校很细心体贴，安排了很多大哥哥大姐姐照顾我的日常需要。他们还和我玩，陪我聊天，勉励我继续努力。我想各位学兴学者即将展开新的中学生活，可能都会有点迷茫。接着下来，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教育大学数学与资讯科技学系教授及教学科技中心总监江少祥教授，为我们自勉词及授贫，给点信心即将毕业的学兴学者。有请江教授。
校監、各位嘉賓、各位家長、各位畢業的同學，大家好。今日好高興有機會嚟到海怡寶血小學，同我哋嘅畢業同學講一啲訓勉嘅説話。我將嚟緊用十分鐘嘅時間同大家講一啲説話，我就好濃縮咁樣將佢變成係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就係一個我想同大家分享嘅一個故事。第二部分是我在我的工作里面看到海怡寶血小學做了一些功夫，我希望你们能够将这些工作成全下去。第三部分其实是我自己的一些回忆，希望能够给到我们毕业的同学一些启示。首先我们不如在经过了一个钟头坐在下面这么严肃的环境，大家听一个很简单的故事。香港人都很忙碌，我们的老师、家长每一天都非常之营营役役，跑来跑去。有一位老师，他也是一个家长，在星期六的下午，他希望有一个喘息的机会，于是他去到一个郊野的公园，很宁静的环境，望着天空，希望真的放松一下。在他很无聊四围张望的时候，他见到有一只鹰在天空那里盘旋。这只鹰在天空那里飞来飞去，有时会突然间很急速地向上升，爬升完之后又落回来继续盘旋。他再细心地观察，这只鹰好像在口里面担住了一些东西，他不知道他担住什么东西。各位小六毕业的同学，你们估一下只鹰口里面的是什么东西呢？会不会是一些食物呢？这只鹰继续盘旋，继续间中冲去很高的地方。终于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见到这只鹰冲上天之后，突然间有些东西跌下来，可能这只鹰可能不小心跌下它口里面的一些食物出来，你猜是不是呢？其实跌下来的物件一路跌跌跌下，它没有跌，中途开始有一只小鹰展翅飞翔。其实刚才鹰妈妈在这里想教它的初鹰飞，他不知道几时放手，所以他不断盘旋向上冲，希望有多些空间给只鹰在跌下来的时候去展翅飞翔。我都有两个小朋友，他们都毕了业了。其实当我的细仔去到小学六年班的时候，他跟妈咪说，通常都是妈咪教的，即是我太忙了，没什么时间亲自去教授他们的功课。他跟妈咪说，我今年六年班，你可不可以不再跟我温书？其实我的内心非常之高兴，他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去完成小六的课程。其实我们作为家长都好希望好像鹰咁样不断盘旋，不断向上冲，继续去支援我哋嘅同学嘅学习。但係总有一日我哋都係需要学懂放手，让我哋嘅毕业嘅同学升上中学之后去学懂
自己怎样去照顾自己，同埋怎样继续他的学习。好啦，第二个部分其实是关于我的工作。其实刚才欧校监用了很长的时间去介绍我的工作，其实都是过往我大约六七年里面所主要的工作。现在我在香港教育大学有两个工作是我正在是花我的时间去完成的。一方面就是在教育大学里面推动电子学习。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责任，就是我们估计未来香港几年之内应该会很迅速地有更大规模的电子学习发生。所以如果我们要培育未来的教师能够准备好在所有的小学和中学推动电子学习，其中一个主要的工作在教育大学里面，就是我们在他们整个五年的大学生活里面都是沉浸在电子学习。所以现在我们的学生全部都用电子平台交功课，他们全部都每一个课程都需要是混合教学模式，就是面对面加上非面对面，就是网上的学习。我们希望这些新一代的教师在未来出到去小学任教的时候呢，已经能够感受到电子学习的好处和它的困难的地方，让它能够成为各个小学和中学未来的主要的生力军。第二部分就是刚才校长都有特别提过关于编程教育。这个的分享呢，我希望毕业生的同学听完之后呢，能够持续地努力地学习编程。我们学习编程的目的绝对不是说你们每一位都会成为一个程式编写员，在将来的社会里面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其实你们将来会是所有的毕业同学升完中学再读完大学之后，你的岗位可能是各式各样的专业的发展，但是我们估计在未来五至十年之内，所有的行业的创新发展都和数码科技的结合分不开。所以你们作为未来的各个行业的栋梁，其中有一个认知是很重要的，就是编程令到你们明白数码社会的发展的规模和未来的各种的可能性。所以希望你们除了在今年毕业之前曾经在海怡宝业小学里面学到的编程呢，能够未来在你的中学的学习生活里面呢，你都能够有一些时间呢继续这个编程，令你学懂一个很重要在其他科学不懂的知识，就是什么呢？就是从失败里面学习。因为编程永远都不会一次就成功的，一定是经过很多次的不成功，然后 不停的修订，最后尾你先找到一个可行的方案。这种的经历是特别在编程教育里面是最可贵的。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点回忆。这个回忆是想特别讲给我们这一届毕业的同学听的。其实很多年前，你都看到我现在满头都是白发了。其实在几十年前我都是小学毕业生来的。当年我是怎样升上中一的呢？其实我是一个新界里面长大的小朋友，但是呢我考试的成绩呢就派了我出来在九龙翻学。那其实九龙对于我来讲是相对陌生的。那但是呢我爸爸当时已经年纪相当之大，接近70岁了，已经当时都。那他呢在我第一天翻学呢就陪我一起去到这间中学的很遥远的地方，然后叫我自己走入去那间学校。为什么是很遥远？大家都估到了，是吧？没理由读中学还要有爸爸拖住回入学校的，那很远的嘛。所以呢来到很远呢就我们就拜拜的了。然后呢我就一个人走入这间中学，开展了我中学的生活。这个画面到现在都不能够忘记。所以其实我们的小六的同学很快就升上中一，其实一定会面对各式各样的问题。譬如我生得比较矮小的，其实中一都是过一些苦头的。因为当你不是那么大只的时候，去到一间学校你都要适应一下的。其实体型大不大其实不是唯一的问题。一个
小六的同學升到上中學會面對的問題，功課的問題，同學的相處等等各式各樣的問題。我希望所有的畢業的同學都記住，入到去中學你面對各式各樣的問題，記得回家跟你爸爸媽媽分享，不要放在心裡面。如果有需要回來海怡寶血小學找你熟悉的老師跟他們聊天，有問題千萬不要放在心裡，因為你們一定會在過程裡面，在這個適應過程裡面總會遇到問題。但是回想之後，我覺得我爸爸帶我去中學對於我是有力量去面對各種的問題，都是一個很大的支持。所以各位畢業的同學，記得不要將困難放在心裡面，記得跟你們的父母分享。最後我祝願大家升上中學之後生活愉快，身體健康。多謝各位。多謝郭教授，有請郭教授留步。請海怡寶血小學校長黃德才校長到台上陪同郭教授進行授評儀式。
请六二班班主任张善文老师到台前带领六二班同学上台领题。六一班毕业的同学有陈佩仪、林子晴、李颖欣、黄海琪、卢巧巧兰、冯小如、苏安妮、梁超妍、郭巧妮。Thank you.
明老师，接住有请六节班英文科老师林雪芬老师到台上带领六节班同学上台领拍。六节班李俊阳、冼乐文、吴佳明、焦正宇、尹佳轩、李孝远、郑卓轩、梁少恒、吴卓峰、杨卓贤。上台为我哋颁发开业成绩优异奖首五名，有请黄修女。获得开业成绩优异奖的同学有：第一名郭子欣，第二名苏伟琪，第三名郭卿晴，第四名李朗晴，第五名陈希彤。
和修女继续为我哋颁发小六视艺、音乐、体育、电脑及普通话科成绩优异奖首名。获得视觉艺术科第一名嘅同学有八位：陈希彤、庄凤玲、庄若玲、汪婷婷、冯晓瑜、黎思源、庄其玲、蔡思莹。有四位：卢卓云、邓卓谦、梁启贤、蔡善莹。获得体育科第一名嘅同学系苏美琪。获得电脑科第一名嘅同学系李卓定。科第一名的同学有四位：蔡奕林、郭婷晴、郭子欣、罗子杰。
谢谢刘修女，请刘修女留步接受纪念品。请礼仪大使陪同刘修女到台下就座。现在请家长校董彭慧欣女士上台为我们颁发阅读奖励计划杰出奖及体艺教育基金奖，有请彭女士。获得阅读奖励计划杰出奖的同学有朱慧琳、黄海晴、张嘉怡。受纪念品。请礼仪大使陪同朱先生到台下就座。接住是颁发操行奖，有请家教会主席李嘉慧女士上台为我们颁发这个奖项，有请李女士。操行奖的同学有陆志、庄福力、郭婷晴、郭子欣。
陆勇、徐家宝、罗红宇、蔡善莹。留步接受纪念品。请礼仪大师陪同李老师到台下就座。接住到嚟是颁发服务奖，请校友会执委江海怡小姐上台为我哋颁发呢个奖。有请江小姐。对老师们辛劳的付出，我们衷心表示谢意。今天我们要特别感谢即将荣休的老师，他是哪一位老师？想知道就请大家细心欣赏短片吧。
毛主任今年就会回休，为感谢毛主任多年来的付出，学校准备了一份纪念品送给他，请留意住先。毛主任千叮万嘱我哋俾佢讲少少嘢，不如而家有请毛主任上台同我哋分享一下啦。有请毛主任。從來，各位你們好，我從來未試過在這個場合，在這個地方，站在這裡跟大家說話。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我即將去下來，另外在我人生另一個新的階段。在這裡，我真的都覺得我在這裡工作了29年，我由華富村補血小學上午校開始，直到在這裡今天，經過了29年，我在這裡要很感謝，很感謝很多我身邊的人跟我一起同行，特別我很覺得自己有福。為什麼呢？能夠有很多好好的同事一起，更加的就是能夠在這個很優質的團隊工作，是我的福氣。我想給一些掌聲，每一個跟我一起的人，好多謝你們。其實千言萬語說不完，不過呢，我今天真的要感謝歐修女，我校監，亦都有現任的王校長，亦都有前任的陳修女，多謝你，她今天都在座的。在這麼多，其實除了校長、校監，他們真的無比的給了我很多支持、鼓勵和欣賞。在這裡更加，我要很多謝我的同事，我很多謝你們，因為你們呢，很愛錫我，很愛錫我，時時給我很多的鼓勵，你們每一句的說話其實成為我的動力，繼續去努力的。在這裡我見到很多在座的家長，其實你們都是陪伴我一起在這裡工作，在這裡那些小朋友陪伴呢，其實陪伴我，因為呢你們很多很熟悉的面口，你們呢都是來到支持我的，很多很多的說話，其實你們呢都是令我很心動的，我這裡是感謝你們。其實我要說的話呢，剛才那些不是我要說的話，是說少少而已，我說了。因為呢我就想想我說什麼呢，太多要說怎麼辦呢，這樣我就回想我踏入海怡寶血小學，由華富村寶血小學搬過來的時候是2000年，入嚟嘅時候係睇到咩呢？空空如也，乜都冇。但係今日唔係，咩都有。我哋當時係冇布幕啦，冇窗簾啦，冇哇，真係咩都冇，燈都冇嘅喎。你而家坐嗰啲咧，都係我哋由頭係好多好多人嘅努力嚟到去開展嘅。課室啦，冇台冇凳，教員室都冇。我所來到的時候就是一個這樣的一個校舍，但是呢今天大家看不看到啊，很不同啊，因為呢經過了很多人的努力，很多人的努力，很多校長的帶領，我們呢除了在設備上是很完善，還有我們有高科技的更加呢是有校園很漂亮的校園，很多的樹木，一草一木，經過了很多人的努力。在這裡呢，我很感恩，為什麼呢？我能夠見證海怡寶血小學每一步的成長和發展，今天有這樣的成就呢，我很開心，我很興奮的。雖然離開這裡，但是呢我覺得我是無憾，因為呢有一班這樣的同事，有一班
咁嘅家長，亦都咧係有你哋嘅小朋友。我其實咧，最後我講咩咧？就係因為有人問過我，我二十幾歲喎，有人問我，你會唔你開始教學咯喎，教咗幾年啫嘛嗰陣時，咁有人就問我，你會唔會做到退休啊？嗰時已經有人問我會唔會做到退休，我答係咩啊？我會，今日我完成我自己嘅使命，完成咗我自己咁耐。我有時諗翻二十幾年前，係二十幾歲，點解我有咁？因為咧，我真係好中意教書，我好熱愛我的工作，我更加咧係覺得每一年係我個新嘅挑戰。教學永遠不會悶，因為每年有新的面孔在我面前，他們是每一個的個體，我做的事，我當我入課室的時候，我是很開心的，因為有小朋友跟我互動，每一個的課室的課堂，我實在是很享受。今後雖然我沒有了這些享受，但呢我會記得這一些東西，因為在裡面我很多的回憶，我會開展我人生另一個階段。所以我除了見證海兒補血小學的成就，我希望在這裡祝願海兒補血小學能夠繼續承傳這個這樣的教育的使命，去發展去進步。更加我在這裡祝願各位的家長，你哋能夠幸福美滿，更加祝願我哋嘅畢業嘅同學，我好希望你哋前程感受，時時都係掛念我。多謝你哋，多謝各位。因為時間唔夠，我只可以講咁少嘅啫，係啦，唔可以再講落去。如果唔係，我變成一個課堂噶啦，就嚟，因為我又好 enjoy 喺咁多人面前講嘢噶啦。啊，好多謝各位。為了答謝毛主任，家教會及校友會都預備了一份紀念品送給毛主任，請家長教師會主席李女士及校友會執委江小姐上台致送紀念品。今日佢成為校友會的分子，好多謝。好，跟大家講再見。同李女士到台下就坐。
毛主任荣休后生活美满，健康快乐。唔该晒欧修女同毛主任，请各位到台下就坐。你睇，为咗学生，我相信除咗毛主任之外，校长所有老师仍花咗好多心机去教导学生。为咗各位学兄学姐，好多同学仲准备咗唔同嘅表演节目，令今日嘅毕业典礼更加丰富同精彩添啊！咁第一个表演节目系咩啊？接住落嚟嘅就系中文话剧组为大家演出一出话剧，名为《黑白小丑》。话剧内容是讲述在小丑世界入面，黑白小丑同唔同动物嘅关系啊！小丑同动物，马戏团，马戏团咁一阵，系咪有小丑泡泡同狮子跳火圈啊？想知道答案，咁大家就要静心欣赏啦！现在请大家以热烈嘅掌声欢迎中文话剧组嘅演出。
做功课啦。阿珊，阿欣嚟揾你玩啦！阿珊，你中唔中意送俾阿仓鼠啊？你有冇帮我改名啊？未喎，佢好似好惊我咁啊！佢哋好细胆噶，你唔好吓佢啊！系咩？不过佢哋惊惊地个样都真系几搞笑，你睇，应该喺呢度啦。终于安静晒啦，可以专心咁做功课啦。阿健，狗狗去咗边啊？哎呀，狗狗，边个话你喺度啊？唉，肯定系你搵佢喺度啦，唔得，唔可以再俾佢咁样对待啲动物。阿生，做得好。哎呀，你唔好咁啦。怕咩喎？玩下啫嘛。阿生，记住喂白兔仔食嘢啦，唔好又饿亲佢啦。知啦。乜？你屋企仲养咗个白兔嘅咩？你不如去喂咗佢先啦。使乜对你咁好啫？我下要死嘅。我话俾你知，我一定谂方法改变佢哋噶。有錢買食啊！你傻嘅咩？我見到有啲成家人企喺個池邊，係咁掟啲錢落水嘅喎。係啊，我嗰日同我媽掟咗2元落去添啊！做乜掟錢落去啊？個2元俾咗咪好咯，咁我就真係可以買到零食啦。你哋咁做會傷害到啲龜㗎。切，佢哋有龜殼保護住，唔怕痛嘅。阿珊啊，你試下俾我掟你個背脊啊！唔痛。切，佢哋都知動物嚟啫嘛。話俾你又聽啦，我琴日將我隻狗仔彎咗個肺添啊！嚇？咁你有冇打佢啊？你咁樣做更加唔啱，你咁樣做係等於虐待動物，要坐監㗎。係啊，你唔好啊。動物都有生命噶嘛，如果你最初唔好好咁照顧佢，反而咁樣去對待佢，咁你最初點解要養佢哋啫？啲老師成日都要講停一停，諗一諗啊嘛。又唔係我要養，關我咩事啊？之前唔理你哋啊，佢嘈住曬，我先壓運佢入去個櫃度啫嘛。嗱，阿生，你話講得啱唔啱啊？Thank you.
事，點解要我捱肚餓？點解你要遺棄我？我隻手好痛啊！點解要買止瀉藥啊？我只是想吓吓佢哋咋。系咁就已经足够啦。
冇用噶喎，雖然而家係有法例，係可以將啲人定罪，但你睇我哋嘅動物朋友，佢哋仲有幾多係喺水深火熱之中？但係你哋有冇諗過，你哋咁做一樣都係虐待動物，而你哋正正係虐待佢哋嘅人類。係咯，小白，無論喺邊度又好，喺動物又好，喺人類又好，甚至我哋小丑都好，都係一個生命體，我哋都好應該尊重每一個生命嘅存在，和平相處。你明唔明啊，小白？爺爺啊，你同我講尊重生命，你睇下之前點對個黑仔先啦、啊。小白，我一啲都冇怪爺爺，我亦都冇諗過你哋對我唔好而要報復。我就係知道我做好自己，總有一日你同爺爺都會接受我。雖然阿健阿生係做得唔啱，但係我哋都應該俾一次機會佢哋。你又好似講得幾啱嘅，但係唔可以就咁放過佢哋噶。不如我哋就俾多一次機會佢哋啦。你哋不如將佢哋變翻做人啦，我哋都想做翻自己。爺爺啊，小白係我錯，一直以嚟都係我錯。黑仔，我亦都唔應該因為你個樣生得同我哋唔同，就覺得你係異類。爺爺知道應該點做啦。多谢中文话剧组精彩的演出，看完之后我立刻想起在海宝大家庭，一直以来老师都会教导我们很多不同的价值观，好像尊重他人和仁爱感，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成全的东西。忽然我又想起有人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就说手握薯片不怕饿扁。你仲食？你睇下你越嚟越肥，要做下运动啦。我有啊。你做边种运动啊？当然系手指运动啦。嗱，等我表演俾你睇啦。嗱，你睇下我几叻，咁又过咗一关啦。真系俾你激死啦！只系只手指做运动，又点会令你健康呢？但是我又不想踢波，又不想打篮球，又不想打羽毛球。接住落嚟呢个，嗱，以下呢个环节是学校高年级舞蹈组的演出，呢只舞叫做扭扭舞鼓，佢哋会用不同的舞步展现出热闹的新年气氛，好似好厉害咁、哦。呢辑舞蹈仲荣获校际舞蹈节甲级奖。
当然厉害啦，不如你一边睇下一边喐下个身啦。咦，都好喎、咁唔好讲咁多啦，现在请大家以热烈嘅掌声欢迎高年级舞蹈组同学嘅演出啦。Thank you.
高年级舞蹈组的同学变得好好啊，简直是将合作性、身体的律动和音乐融合在一起。我一边睇，都一边想跳分拍舞啊！表演到直到你另眼相看，将一个力量在台上升起。有人话马照跑，舞照跳，我就话你照讲，我照食。点啊！忽然咁好文采，不停咁出口成文喎、啊。非呀、啊，只系今日食咗好多薯片，所以能量充沛，醒目过人咁啫。系咩？好啊！有人话苏州过后无艇搭，我就话一日十磅唔系办法。有人话崩口人忌崩口碗，我就话聪明人小心反被聪明误。厉害喎、啊！估唔到你对香港嘅俗语咁有认识，佩服佩服。我仲识得背新诗添啊，听住啦。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你系就系识背，不过你读错晒啲字，又用错晒感情。系咩？我觉得好好喎、啊。不如你同接住到嚟嘅普通话集训队学下嘢啦，佢哋会为大家朗诵徐志摩嘅诗歌《阿姨们》。这首诗歌描述一群阿尼在天空中飞翔的情景。好啦，现在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普通话集中队同学的演出啦。如果叫你送一份礼物俾学校，以答谢学校对你嘅栽培，
呢份禮物又可以送俾同學互相勉勵，你會送啲咩啊？我會送咗一張小小嘅心意卡，上面寫一啲感謝同互勉嘅説話咯。你呢？我就會唱歌啦。唱歌？唱乜嘢歌啊？喺母校生活咗六年，一定有好多既難忘又美麗嘅回憶，就好似各位學兄學姐咁，今日會為我哋演唱一首歌曲，叫做《今年夏天》。藉著呢首歌，希望我哋可以互相鼓勵，讓喺海島大家庭入面嘅回憶喺心入面化成力量，為自己打氣。好，現在就請大家靜心欣賞畢業同學為我哋演唱歌曲《今年夏天》。Teachers, it is my great
representing all of our P6 schoolmates, to make this thank you speech to you, our teachers. We are thankful for your teaching in the past 6 years. Thank you for broadening our horizons and shaping us into all-round students. Teachers, you're like candles. You lighten up a lifetime hunger for knowledge in our minds. You also inspire our values for compassion, hard work, integrity, and commitment. Teachers,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and kindness. Thank you for guiding u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path to walk on. You are great pillars of support to us. You have been as strict as fathers and as loving as mothers. Thank you for all the time, love, and care that you have given to us. Teachers, you taught us to be persistent and to chase our dreams. You gave us the strength to strive for our goals and overcome obstacles. Thank you for giving us confidence and courage to achieve our ambitions. Today, we shall applaud our successes, reflect on what we have achieved, and plan for the future. We promise we will study hard as we move on to a new page, into a new school. We will never forget your guidance, and we won't let you down. Once again,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love. We are grateful for everything you have given us. We will cherish every good memory we've had with you here. We will always carry in our hearts your love, care, attention, blessing, and teaching. A million thanks to you. Awesome.
心里面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不舍得朝夕相对共同成长的好同学。我永远不会忘记同学充满喜怒哀乐的相处时光，我们一起玩温书，最开心就是六年级的时候，一大班同学去毕业的，我们有阵时都会因为一些小事而闹交，但我们很快就会和好如初。在我不开心的时候，你们总是会在我身边支持我，鼓励我，叫我不要放弃。再见啦，亲爱的同学，我会把快乐的回忆永远藏在心深处，让这份不变的情谊永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当你在中学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记住不要忘记我这位好朋友。最后，我祝各位同学前程感受，事事如意。记得毕业都要回来海报这个大家庭找我们啊。